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许。那官方在脸书有公布了奥丁的全新造型哦，就是隽永神之奥丁这样子。那大家怎么拿到呢？就是在梦魇景通关三次。那大家不要忘记，就是在明天呢，就是会有奥丁的复刻梦魇景哦。那你拿，如果过了三次就可以拿到全新造型哦。不过它也不是动态啦，看起来不是动态。然后呢，它也没有任何的增强哦，所以一样还是继续猖管。不一定啦，还是有时候在暗队里面还是可以出场当队员的啦，放在暗西啦，或者是放在蛇夫里面，还是有机会出场的，只是机会少了非常多齁。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造型看法怎么样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那明天晚上也记得来看我们，看我打地狱哦齁。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，大家喜欢我影片的话帮我订阅，右下角帮我喜欢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